网络上疯传一段疑似是乌克兰战俘遭到俄军斩首的影片，过程仿效恐怖组织 ISIS 的残暴手法，由于太过血腥，已经通通被社群平台下架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骂这些俄军根本不是人，但克里姆林宫强调必须先确认过影片的真实性。乌俄战火前线宛如人间炼狱，最近网络上流传一段1分40秒影片，一名蒙面人将另一名穿着乌克兰军服的男子斩首，一旁不断传出叫嚣声，似乎仿效恐怖组织 ISIS 的残暴手法，遭怀疑是乌克兰战俘被俄军血腥斩首，但影片真实性难以确认。для них немає людей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气得大骂，绝不会原谅杀人犯。联合国对斩首影片表示震惊，欧盟也强调会追究战犯责任。而克里姆林宫虽然承认斩首画面十分骇人，但仍说必须先确认影片真伪。Но опять же,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, ч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, в мире фейков, в котором мы живем, нужно проверить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этой съемки。另外，俄国为了防堵役男逃兵，下议院通过未来征兵将采用电子兵单，逃兵将被限制出境，在国内活动也会处处受阻。不过，当局强调目前没有计划进行第二波动员。刘仁豪编译。